谢谢亚洲大学，我们大家最敬爱的创办人蔡长凯董事长，亚洲大学蔡金花校长，中国医药大学洪明奇校长，教育部郭司长，台湾师范大学吴正吉校长，两位讲座教授，各界的贵宾，在场以及线上，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副总统早安。谢谢，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受邀参加我们亚洲大学所举办的2021年数位学习的研讨会，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亚洲大学参加贵校的活动，但是印象已经非常深刻啊。亚洲大学有非常美丽的校园，丰富的人文，同时在蔡创办人以及蔡校长的带领之下，全体师生运用创新的科技，希望能够掌握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乘风破浪，一举要让亚洲大学成为智慧大学，印象非常深刻。大家的种种努力，我个人也非常非常的钦佩。在这里呢，我也要特别感谢蔡创办人，还有两个学校的校长，能够结合中亚联合大学体系，同时呢，也跟台湾数位学习以及内容学会共同合作，能够举办今天的数位学习研讨会。今天的题目举得很好啊，过去我们都讲后疫情时代，其实是跨疫情时代的数位学习的契机跟希望。那我要代表蔡英文总统恭祝我们今天的研讨会顺利圆满成功，成果丰硕。不仅仅能可以提升我们各大专院校高中职教师的宏观思维以外，也能够作为未来各校推动数位学习非常重要的依据跟参考。数位学习非常非常重要，不管是刚刚蔡董事长或者是蔡校长也是忽略儿童提起。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在去年非常严重的时候，全世界高达170个国家学生总人数呢有15亿的学生，有些是停课，有些甚至是停学，即便到今年三月初今年三月初还有1亿多的学生停学停课，有10亿的学生没有办法正常完整的上学。在这种状况之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什么样的处方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数位学习所以我要感谢我的老师各位曾老师的这个辛苦筹划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大会来进行举办。那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去年2020年呢，我也很赞同刚志颖特别提到的，也许对全世界来讲这是一个最不好的时代，但是呢，如果全世界共同努力共同合作，然后将冲击降到最低，也许可以让推动整个世界进步，可以转变为是最好的这个时代。过去的整个疫情非常的严重，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全球得到 COVID-19 的病人大概已经有超过1亿1000万人以上，死亡的呢也超过了200多万人。那台湾当然相对来讲是表现比较好，这除了蔡总统超前部署，然后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得当，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坚定的站在第一线守护国人健康以外包括健保，包括民政、警政、社政，社会安全体系充分发挥功能，还有全国人民共同合作，才有今天的结果。但是呢，也因为我们做的相对好，所以刚刚蔡校长的数据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看得到，台湾的数位学习的应用比例比其他的国家还有很高的幅度，我们可以继续再进步。在这种状况之下，表现的是什么呢？表现的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因为疫情的守护成功，然后就疏忽数位学习的建制。所以今天的会议呢，等于是超前部署的它的重要性、必要性也在此。那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到，
后疫情时代啊，应该说跨疫情或后疫情时代，数位学习是一个新的常态 ，new normal 啊，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及早来应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运用数位学习啊，开这个国际的学程，可以让大学成为一个啊国际的这个大学啊，这一部分我想啊，有很多国家，有很多学校已经在进行。那亚洲大学都是中国医药大学，的确有这个能力啊，在讲座教授的协助之下，然后朝这个方向来发展。那第三个，台湾虽然不大，但是也有偏乡，特别是全球化、网络化了之后呢，人口往都市集中，所以乡村偏乡的地方人口逐渐减少，特别是在人口老化、少数民化的时候，这个情况更加严重。在我的台南市，也有一个学校，一个年级只招收到一个学生，啊，而且一年只招收十个学生以下的，哇，有一二十所，这种情况啊，这个情况，我相信其他非直辖市的学校，啊，非直辖市的城市啊，情况应该是更加严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方法也是数位学习。也因为数位学习有这样的重要性，所以蔡英文总统在早在2016年就职之后，他就提出了数位国家智慧岛屿这样的国家发展方向。那刚刚也感谢蔡董事长跟蔡校长的支持。那我在担任行政院院长的时候，也的确在这样的国家发展之下，我也提出了智慧国家数位经济这样的政策。就是希望举全国之力共同努力。那我们有很好的条件我们有很好的条件来落实这样的国家政策方向，让我们的国家进步，经济能够发展人民呢能够更加的安居乐业。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我们经过几十年来的努力我们的经济水准已经到一个程度已经到一个程度。那另外呢，人民的这个教育水准也非常的高。更重要的是，我们的 ICT 产业、自动化产业在国际上是占有一席之地。今天国际上所运用的数位学习的，不管是科技、设备，或者是整套的解决方案，很多都是来自台湾，更多是来自。所以，如果台湾要去推动数位学习、落实数位经济，我相信我们是有地利之便而且我们也有自己的这个产业可以支持。那第二个呢，我也认为台湾实力很好，大家能力也都很强。那可是呢，过去的这个教育没有特别重视那个英语教育也是国际的这个沟通的语言是非常可惜。那我们的孩子呢，在学英语的时候呢，考试成绩非常好那么在国际交流的时候做简报也没有问题聊天没有问题。可是真正要用英文在讨论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呢就有一些困难。所以我在台南市市长任内，我提出了想要用十年的时间，让英语成为台南市的第二官方语言。然后我在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也特别把这样的理念在行政院推动，希望台湾能够在2030年的时候成为双语国家。那我也很高兴，蔡英文总统在去年520就职典礼的时候，他的演说当中特别把2030双语国家当作是他未来推动一个重大的一个政策。那现在在蔡总统的领导之下，行政院都相关的部会正如火如荼的展开，未来会从这个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那各个产业、各个面向能够提升英语力。从而能够提升台湾的竞争力。大家试想，我们的科技我们的医疗，我们很多领域，其实在国际上比较起来，我们并不输给别人。今天我们可以用数位学习的工具网络或者是这个远距教学然后再用英语这个跟国际这个同步的水准的这个英语，我相信未来。大学会成为国际的大学，医院会成为智慧国际的医院我想其他的领域我们都有机会比以往更加的进步。
那当然我也特别注意到啊，我们这个亚洲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的种种努力啊，一如我开场的时候就讲到，然后也是大家影片当中所提到的啊，我们在蔡董事长的领导之下，两个学校都掌握了国际趋势，然后呢也感谢啊支持国家的政策，我非常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啊，大家一起来朝这个重要的智慧国家、智慧医疗、数位学习、发展数位经济这个方向，大家一起努力。最后祝福我们大会圆满成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智慧学习，智慧医疗，智慧国家，相信台湾能够运用科技，在世界上发光发亮。